越香。哎，这个还是很有特色的。就这个葱爆最简单，把水烧到最开，反而它还不容易去把握错。因为它这个制作非常干净，所以它不需要去洗肠，直接冲泡，直接品饮，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茶山这边是相对了解一点，晓得他们做茶的认真，有他们的这个敬业精神在里面。哦，还没开始喝，你看，就端到杯子，这个香味就已经开始。谢谢你。你看它这种高温泡，它就很大，所以你不能一口把它吞完，正好分成三口，所以三口为品，品茶，正好我们把这个它的汤头、汤味。都分别区别开来慢慢品饮。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最开始的那一下很冲，最后面那一下它就比较悠远。这三泡各有特色，就是这三口的话，就是一泡里面的这三口都各有特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品。品完过后，这个空杯子啊，那杯子是香的，就它这个酿造的这个香啊，很浓。那实际上就是对于我而言，我在冲泡这个。这个茶的时候，通过这个盖碗，我把这个开水是注入到这个盖碗的这个碗壁上，然后它就把这个水冲下去。你这个直播的链接，我来分。
种糯香、糯甜的这种感觉，它容易出来，然后带一个很鲶鱼。有一些那个味的比较浓的一些烟草味，除了那种长期品的那种老茶，它初次接触它往往会感觉上来，味道太浓，口味太重，它适应不了。但是这个它就避免了问题，所以它这个滋味汤头很不浓，显得还反而比较温润。可以让他把这个汤再次煮，来看一下这个汤色。啊，啊，这样子，相对而言可以看它的电，应该在那个烘到位的时候。啊。烘到杯这个时候是可以，烘到杯就比较方便。哦，分杯之前大家就可以来一起来看看那个茶汤。哎，这个就可以看到茶，就可以看到茶汤里面非常的干净澄澈，没得杂质，没得浑浊。然后它的这个琥珀色的色泽，这个是因为上次你吹箫之前你记得吗？嗯，喝了这个气机来很快很足。哎，对，它茶它是会把这个身上这个经络疏通，然后同时是喝了茶之后，它确实是有这个热量，它能够帮助你把这个身上紧张的地方松下来。然后因为不管是这种唱歌也好，吹奏乐器也好，它是需要你身体要松下来。如果是你很紧张的来吹奏，那么就是别人听到也不舒服。你自己放松，很放松的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那别人也觉得很舒服。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喝茶，你自己平常经常喝茶，其实也很直接。那么你说话的时候，别人也听到就很舒服了。第一次我去拉萨，天地一幅画，白云朵朵披彩霞。这个确实应该就要根据每个地方，每个地方不同。像他们经常吃那个海鲜，他吃了这个海鲜之后，他就是要通过或者他吃的一些饭里面也是这种油脂性很高。那就是他喝这个茶就刚好能够起到一个解腻的一个作用，还有帮助消化。
但是它这个也是一个很科学，我又可以放开手脚的好生享受美食，但我又可以通过喝了这个茶，哎，又不影响我的身材。洒的河水长流过我心房，拉萨的歌声天伴我入梦乡，拉萨的美酒香烧热我胸膛，拉萨的天空蓝任我去飞翔。因为我俩他们就是这个听到声音有点有点难受，听到声音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听不到的。哦，我没带监听耳机，带监听耳机。那你可以大概听一下。哦，我现在放的是流行歌曲啊。飞越雪山和荒野来到你身旁，让我干了。秀色美丽的卓玛歌唱亚拉索，咱家儿女淳朴善良脚开个三花。我们这个音乐曲水长流过我心房，歌声天伴我入梦乡，拉萨的美酒香烧热我胸膛。拉萨，一个是梅花三龙，一个是梅花三龙。来，我们这个是梅花三龙。来，哦，现在就可以。下面音乐啊，对，这个就够了。嗯，这就是《喝茶神曲》。曾经有个茶友还提供过一百首曲子，就是适合于喝茶的时候。收集了一百首。好，可以，你可以把那个关了。要回声。对。用来，确实增加氛围。嗯。有些人啊。只能喝绿茶，就是不爱喝，还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有些人的体质，你就是夏天喝绿茶，他也受不了。但是像我们到夏天，红茶、野茶照样没问题。而且喝完了，身上微微出点热汗，反而里面更凉快，很舒服。来，坐到喝茶，对吧？一起喝，没事，没得问题，不用扯他的。看用哪个杯子？是好长。
么嘞？雷塔装逼了。嗯。哎呀，他很奇怪，装逼了过后啊，他拉行的时间没得长。嗯。他都。这就不影响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再把这个菌撒开。哎，昨天那个吹箫确实是，时间过得好快哦。你还没想到吧？6:30左右，在这儿喝茶，就9:10了，差不多就。快2个多小时3个小时。关键是中间没吹好几个曲，就说你简单的吹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所以你看喝茶吹箫这个时间过得快很。所以你看嘛，我们今天下午也就喝了几个茶，那个花茶喝的今天还没喝那个啊，花片还没喝、啊。没有，就是花茶。就是花茶。嗯。哎，你看这时间真过得快，是吧？它这个是山泉水，嗯，山泉水倒出来这个声音都不一样，要悦耳一些，清脆，是吧？清脆的声音。这个很奇怪，自来水出来的那种清脆感，是专门来的。它这个是矿物质，带有矿物质，各种解释可能都有，反正我们只晓得结果就是如此。听到声音好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稍微要比普通水煮开的时间还长一点，更成功一点。它来自于山上，它通过这个山上的这种植被及层层过滤。而且周边是没有污染物，所以这个水出来喝到就是会特别好喝一点，泡出来茶也能够，茶与水之间更加交融，激发茶性。这个水直接喝都很热，它泡茶你会发现啊，它不喝茶大家，有一些水很重。水直接喝很好喝，但是普通的茶把它压住，给它吹水压了，就是他们茶行的人压了，香气抬不起来，压了，那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因为青城山水系的水啊，偏清冷，如果是峨眉山水系的，很重些，很多茶，比如说一些绿茶类的。它跟山有关系，跟山有很直接关系。你看那个，就是，青城山是，秀丽风光，峨眉山它属于雄壮，它里边是有很高的这个岩石山，岩层很厚，然后它层层很雄壮，很重很丰富，但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恶习，就是你要在峨眉山找一源很好的泉水，很不容易。那个，九老洞那个泉，还是可以。不是峨眉山那边吧？哎，峨眉山。你会发现，峨眉山的中山水。相对都比较好一些，
因为如果在下山水，那么经过太多的这个矿物质的渗透，它太重了。嗯，哦，小脑洞它是属于中间，就中间水。但我上次采雪，我是在山顶上采的。山顶采的是雪，因为它是，雪它就覆盖在这个，竹叶、树叶的表层。它就不是说从山顶上过滤下来。水呢，就是属于在这个山腰的地方，这个洞里边所接的水。像是这个雪水，那确实是太干净了。但唯一的问题是太不容易了，要从山上把那桶水背下来，真是太难了。好，这种地方，对，下次这种地方就不要用泉水了，就是只要雪水，就把雪水存起来，就是。你比如说你每次把雪装满了往下背，实际上你到了后面雪一化，很多就是空的了。对，实际上比如说你先就把这个雪囤在那儿了，然后化了过后再灌装，这样子好一点。那次我去武当山不是去，他在黄龙洞那个水，那就是外面是冰天雪地，全部是冰凌子，几十米高的冰凌子全部冰起了。但是就在里面，没得任何屏障的情况之下，里面的一池清水，它就是水。但它这个水流出那个石头这个水池这个壁，外面就是，里面就是水。这就很神奇。然后最神奇的是，我把那个水打了过，装在那桶里面，带出来的时候，面上的这盖子这些全部都是水，就是它的温度是很低的，但是它又没结冰，这就是它山里面那个地气里面地热，地热对，在里面，很有特点，那个水也是很难的，我们前一条就要打一点回来。它确实在山里边这种远离污染的地方，远离城市，这个水喝起确实好喝，但是还是要会分辨，不是哪里山上的水都好。因为我之前也是去这个老家那边山上，也去山上去接那个水，你如果是光是这个喝到冷水，你感觉这个山上这个水还是清的，但你用来泡茶，它还是就不一样了。这个需要反复的试，因为有些水好喝，它里面矿物质含量丰富，很甘甜，但是一旦泡茶，它就把茶压下去。要水要好喝，泡茶也能把茶这个激发出来。这个我们喝了很多的。对，这种能够选出来的好水，对，这个选这个水呢，就是要通过你的这个全副身心，你身体去感知它。确实没有使用这个，就是仪器检测。当然，就是也听说，像我们之前去打水的地方，他们也是专门有这种科研机构去把这个水拿去检测，都是好水。但是这个别人是说他是用科学数据来告诉这个水好不好，但我们也不只是于此，我们还要用身体去感知它。你用你身体来说话，这个就做不了假，到底喝到好不好喝。如果是喝到这个水你喝了不舒服，你可能拉肚子，你觉得喝不舒服，你都不想喝，但是这个好喝的水，你就一直想喝它。然后并且这个好喝的水它和茶又结合起来，这个茶又变得非常
哎，非常好。其实这个要说到这儿，水上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多，比如说夏天的水、春天的水、秋天的水都不一样。夏天，尤其像今年是雨水很多啊，它雨水多，有可能导致它山泉水很多，也有可能导致它水位很重。所以说，春天的水、秋天的水，相对来说在一年当中容易出现油脂水。我们今年上山打了早春水、晚春水，都喝了。早春水其实今年在比对秋天的水，同一个地方，这个就生活这个滋味。对，早春水喝到有生机。你想这个也是合理的，那个时候正是万物生发的时候，就它那个水，水生木，它给万物那种滋养力量很足，就喝出那个茶的时候，都是那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这个经历下去细品了，有时候这种就无法用啥子数据啊这些来衡量，你就得自己身体去感知。那把水滴在缸子头的时候都是很清脆的。你找这个老缸子也很好，这个老缸子它跟那个新缸子不一样，没得火气，从一开始到现在它装的水没干扰过水的味道，这点就很好。如果是比如说一个新缸子，你有可能就逃出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我是专门看过那个叫张武志那本书上，他专门介绍过去的这种喝茶的这种文人，他就专门研究过要怎么用，就他以前最开始的他是用的是那种就是地上挖个坑，然后上面要先就是要铺一层石头，然后就是要把这个水养到，你如果从远地方过来之后要养到，但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其中也提到了，因为你如果是专门弄个那种就是那种石头，弄个那种一个什么一个小的小水池啊，可能普通人又不太适合，那么就要选这种老缸子，要用老缸子，原因就是要退起火气。对，就是要退火气，退火气它就不对其他地方不干扰它，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老缸子之后它就对水还有一种那种滋养的一个作用，温
文阳气，你看，比方说甘露，就是一把新的符。如果是刚刚到手，还没泡过茶，第一次泡茶，前面几若干次泡茶，能喝几分钟？对，你甚至会喝到这种土腥味，就像烧的砖一样的那种火味也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是必须要通过时间来把它吸出来的，需要时间不停的去使用它，把它用透了才行。最后你哪怕就是打了好水进来，没得一个好的储存设备，效果都不好。尤其是你要长时间存放，你比如一次打个几瓶水，对，你突然之间拿个新缸子来，有可能舀出来全是一个缸子，那很可惜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重要。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甜了，就是微水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一个感受就是喝了这个茶之后，你把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内部紧绷的这种状态打开，你自己不就是这个不自然的，你就是就想要那个哼唱。所以说你把这个茶器煮了你就去那个噻，把冻下来来一曲噻。你会，就是，甚至后边会练下拳，喝下茶，练下拳，吹下洞箫，读下书，就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来把这个小拿出来，你来，来一曲。我先带个架子。吹箫的谱架啊，有架子，你就会站起，然后不用低头去看谱子。但是如果你能够谱子记到呢，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是那个曲子太多，想要统统记到，也是需要时间，要对曲子非常熟，非常熟。但是你看有几个古谱哈，它很长，像皮萨罗一样，它对那个很长哟，很长。要把全部烂熟于心，这个还是要点功力哟。是。用这个我试了哈，用这个收音可能消还效果不好。
我给它切宽位，不要去除噪音。它会，它如果加去除噪音之后，它会这个乐器的声音还收不全。嗯。行，我来看看这个，阳光上的。那现在几点钟啊？现在是5:53。哦，那过得快。对啊，你看，我在喝茶，才喝了一哈哈。哎，你看这个时间就过了，是吧？我要提起来点。这个是有喝茶，有吹更香。
是仰观三地，再来去品三罗眼，先休息啊，马上。火口禅。嗯，火口禅。火口禅之后再来品三罗眼。品三罗眼，一首古曲，孙玉的底曲。
这个感觉有点逼着了，是不是？听得出来笑声的变化了。现在都在表屏幕了，后头稍微有点着急了。因为就这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我不查，就出门了。
好，这个一样，关山地和这个平山路应该结束了。啊，在我可以唱，你直播结束了没有？那没关，你说嘛。哦，但是我看现在是6:20。你等一下吧，我那儿必须吃的。饭吃了我就回去。随便。吃个饭。嗯。吃个饭。嗯。饭吃了我就回去。明天呢？明天继续吧。继续吧。啊，明天继续。明天。读书。啊，明天。就是每次就这样，饭吃就回去。还是。对啊，我请客。我们可以长期这样子，工作餐，有点意思。对，我刚才就想这个问题，这个起始时间什么时间合适，结束时间什么合适，啊，然后内容，我们就品茶、读书，练拳，这个有劲。有动啊，也然后又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他这个这个功夫就是一天一层一层练，一层一层长啊。你要说突然之间要达到很高的功夫啊，那也不太现实。像这种洞晓名家足底名家，或者这个武术，这种有名的这种拳师，别人都是花很多功夫时间堆出来的，学习，思考，悟练，这个方方面面全部都要结合起来，少一个都不得行。所以他这个是这个拳也要练，练拳，像刚才崔洞晓，我感觉到这个练了拳之后，周身这个关节打开这个外边的这种关节打开你站久了你不累，然后就是内部这种关节脏腑打开你吹的时候才不费气，其实我觉得这种练拳对于这个讲话也有好处，像一些老师还是要练拳，因为你练了拳之后，对于你的这个筋骨、你的这个内脏有锻炼作用你说话也就不会那么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就在通过这个直播间，也是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我们实践过的传统文化啊，练了这个几十年的这种这个传统文化的载体啊，巫术、董桥这些，分享给大家，就是让大家也了解啊。其实这个可能有些人了解，有些人不了解啊。有些人了解的呢，对于这个真正的有传承的那么有可能是了解有限啊。这也是一个直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否则光自己就练得舒服，身体确实健康了，但是却没有办法帮助其他人，让大家都能够受益，这个就没有真正把这个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啊。其实这个参与直播间，这个就是有时间听听聊聊天啊。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跟着一起读一下书啊，我们练拳的时候跟着一起来练一下拳啊，我们就是这个叫云。